今天又冲藕粉了啊，这个是奇亚籽坚果藕粉，它这个是大颗粒的，我卖的这几款藕粉啊，属这款是最好吃的，因为它甜度是正常的。哎呀，我这是新开的一罐，哎呀妈，太累手了。而且这款甜度正常，特别适合年轻人吃。看到里面坚果没，铁们？看里面坚果，这个是好多种类的坚果啊，红提干、红枣圈，还有葵花籽、奇亚籽、芝麻仁儿，黑芝麻、南瓜籽仁儿，还有巴旦木，还有腰果，坚果特别特别多。下单一款藕粉就给一个玻璃杯，再加一个金属勺。这个勺子正常买的话都得八九块钱，只要下单一桶就给的啊。看，哎呀，这坚果太多了，我泡了个三四勺吧，多泡点。这坚果超多的，我的妈呀！这款藕粉是免稀释的啊，只要有开水就能泡。少放点水，每次都泡不熟。然后开始给它搅，给它泡成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喜欢吃稠一点的少放点水，喜欢吃稀一点的多放点水。女人吃藕粉好处太多了啊，咱家这藕粉什么年龄段的什么人群都能吃，什么哺乳期小孩孕妇啦，还有那个来姨妈的时候，什么那个备孕的都可以吃，老人包括三高的人群都能吃，宝妈啊，就三周岁以上的儿童都能吃。平时打嗝了胃反酸或者胀气的，或者是你有的小女生到夏天了上火脸上爆痘的，都可以吃这个藕粉去调理身体去。我先吃一口，坚果太多了。这是最好吃的一款藕粉，那老人的话你还是给他买那熏木糖来。